食咩都只有薯片嚟嘅薯片型沈卓莹呢晚就唔使试食啦，同金庸才俊男友拍拖买零食，仲突然上身红袍男友，死箍住佢为乜？想结婚咯？沈卓莹出招红袍，箍实男友想结婚。呢晚见到素颜戴 cap 帽嘅薯片型同男友威文麦伟文喺跑马地买零食，两个人入到铺头就各自拣心头号，后尾就两个人一齐埋单。这个时候薯片型突然兴起碰压男友啊，薯片型咁热情，反而男友就有啲怕丑啦，系咁以揽咗几秒就松手，跟住两个人就转去数码港睇电影《戴安娜》。29岁嘅薯片型男友威文条件好，对薯片型亦都好细心噶，上车落车男友都主动拖到佢实，当然薯片型佢都好紧张男友啦，尤其是见到老友 Suki 一家四口咁幸福，佢都好想快啲同男友结婚啊！唔使开工嘅时候都 mark 实男友，惊俾人叫走嘛。鸡汁有请就啱啱做完，薯片型呢排就未有新工作，有时间梗系黐实嘅男友啦。